啊，是啊，也有问题吧？嗯，没吃全素，一定有问题。对，一定有问题。是的，嗯。然后麻烦师傅，您看一下他家里有龙，有那个灵性吗？家里有没有灵性？64年属龙的女的。家里有灵性。有灵性是、啊、是老人吗？还是什么？房子里的，房子里的。房子里边有灵性、嗯、要多少小房子呢？27张。27张、啊、这是家里的灵性。然后这个同修他自己还要那个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放生多少条鱼呢？嗯，叫他放生大概4800条。4800条。嗯、啊、慢慢放。好吗？嗯，慢慢放。小房子呢、嗯、小房子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呢？什么？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忘了问了。属什么的？几几年的？属龙的64年女的。就是业障没灵性。哦，就是业障很重啊、嗯、这业障。好，知道了师傅。麻烦师傅辛苦师傅再帮我看一个亡人。他是那个啊2013年我的婆婆。他现在在哪里？他叫王富兰，三王树嘛，然后那个富有的富，兰花的兰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什么时候走的？2003年。王富兰。嗯，富有的富。王富兰，嗯，改过名字吗？嗯，他这个就是他那个那个家里边以前他们就是他，因为他先生是老画家嘛，已经过世老画家了、嗯，然后他们家里都是叫王富红，是王富有的富，但是有时叫王凤兰，就是那凤凰的凤，那凤字里边一个又字那个凤。啊等等啊，王凤啊，王凤兰，王富兰，完了我先生就说是王富兰，问的哥哥。王凤兰，林东兴。是王凤兰。啊，早就挂了，林东兴早就在天上，他已经在阿修罗道了，啊、嗯。啊，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嗯。去年10月份那个打通那个通通电话，嗯、那个您就说我，有这是我的婆婆，说坐在我肠胃上，然后我们就你就要49张小房子，我们现在送了100多张了。嗯，然后我那画家先生嘛，他也不念小房子，帮他念2个21，我非常感动。啊，他现在在阿修罗道吗？师傅，您大概麻烦师傅大概形容一下，我想进一步的度化家人。嗯，大概描述一下。个子不高，个子不高，花白头发，嗯。对了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这个他的眉毛比一般女人要粗一点。嗯。啊，要粗一点。啊，鼻子也算大的。就是鼻子啊、肉鼻子，他是肉鼻子，下巴颏比较小一点，下巴颏。哎呀，你可100%，感恩的。好吗？我进一步度化他们家人，太好了，师傅。好好度吧。然后你，师傅麻烦你再看我一下，那他是前段时间前几个月不是在我身上吗？现在我身上还有灵性吗？我是55年属羊的。55年属羊的，嗯，先生，你说你就肯定的说是我婆婆，嗯，就赶紧念。差不多了，要快一点，还要念大概29章吧，嗯。我的婆婆哈，阿修罗道，嗯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身上还有灵性吗？55年属羊的。你还曾经在过去年代里边还做过一个小公主呢，嗯。谢谢师傅、嗯。我看到。谢谢师傅。嗯，很小的，很小的公主啊、好像很小啊，好像还是在一个大宅院里边的，嗯。哦呀。感谢师傅。你没有其他问题，你、没有灵性。
没有灵性，现在没有。你就是你这个脊柱啊有问题，脊柱啊。脊柱哈。就是你的腰部脊柱到脖子这里当中一条啊，你要特别当心啊，这里边有两颗黑的东西，嗯。哦。这两颗黑的东西，你要是做坏事的话，它可能就变成癌症了。哦。所以你这个人不能做坏事啊，只能做好事。好的，嗯，坚决，我自从。认识心经法门四年多了，一分钟都没有懈怠过，对，好好的，没懈怠过。那你这样的话，师父就很开心了，因为如果这两颗有点像定时炸弹一样，如果你、哦、如果你不行的话，它后面会慢慢会动，一动的话，它就会长黑点，哦、就是长人家说长这个不好的东西了，嗯。哦，谢谢师父。好吧。多好呀、啊，这么好的师父，这么好的法门，随、嗯、时。好了好了，嗯，非常感恩。师傅，那你能不能麻烦你看一下我家的佛台？今年上头香的时候又增加了几位菩萨，跟东方台的一样了。看一下我的佛台如何？有菩萨来吗？嗯、蛮好，南京菩萨也来，观世音菩萨也来，观地菩萨也来。嗯、太好了，那家里那个灵性超度走了吗？嗯，家里灵性应该走了，不会再有了吧？家里没什么灵性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再讲了，拜拜了。再见了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菩萨，自己业障自己背，感恩观世菩萨，感恩师父、嗯、喂，你好。哎，卢台长你好。你好。感恩观世菩萨，感恩卢应用台长，我的业障自己背。啊，请师父看74年的虎身体。74年的老虎啊，看身体，男的不好啊，身体不好啊、哦、骨头都不好啊，腰酸背痛啊、哦、啊，或者对后面的骨头有一个拱起来，这样、啊、拱起来的，明白了吗？嗯嗯，腰部这个骨头也不好，嗯嗯，对，明白吗？而且你这个人太敏感，所以你胆子很小、嗯、你什么事情都怕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懂啊，你这个人胆子太小。哦，要好好念大悲咒啊。嗯，有，我现在每天都念49遍。嗯，然后礼佛也是念5遍。你要是不念经的话，你会出大事情的，我只能跟你讲到这里。哦，你要念经才会消业障，你要不念经的话，你会出大事情。我告诉你、嗯、你曾经在感情上或者在一个其他什么方面已经出过大事情了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听得懂啊，好好努力啦。嗯，对，那我要到多少张小房子给要经者呢？你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啊，对。你要49张给药经者。哦，放生。放生要放600条。哦，好。好吧。嗯，好的。然后台长帮我看我家里的佛台。你家里的佛台像一个桌子是什么样的桌子啊？怎么怪怪的？下面是一个只是一个办公桌这样子了，对，就在乖乖的啊，那个要移走它。不要不要，你就弄块黄布呀，把它遮起来。哦，好的。好吧，否则家里有灵性吗？家里灵性。不好意思，家里有灵性吗？你几几年属什么？74年属虎。74年属老虎，74年属老虎。啊，对。嗯。嗯，还可以。嗯。哦，没有灵性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台长。台长帮我看另外一个我的妻子。
75年的兔子，看他打胎的孩子走了吗？75年的属什么？啊，兔子，属兔。啊，走掉了，走掉了。你的他要多少张？你的妻子、啊，你的妻子要么不念经，念经很认真的，嗯。啊，对，他很认真，不过，嗯，对。啊，我刚刚前他很诚心。对呀、啊，我刚前面那句话，他过去在没有信的时候，他不管，等到他一旦信了，他就很认真了。哦，很好，感恩台长。好吧，好了好了。啊，他还要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不要了，没什么了。平时、哦、没什么，平时就11张11张这么烧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嗯，好的，我会跟他说。好了好了，感恩台长，再见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吴台长。你好，嗯。你好。嗯，哎呦，我终于打通了。啊，罗台长，我想请问，我是属1969年的，属鸡的。69年属鸡的。嗯。想看什么奖啊？我想看我的灵性，身上的灵性。69年属鸡的，嗯，69年属鸡的。颈椎这个地方有一点灵性啊，脖子啊，颈椎啊，不好，颈椎 啊, 啊，是 啊, 啊，是啊，还有啊、嗯、你要特别当心啊，你以后晚年这个鼻子会不好，鼻子啊，鼻子经常会塞住 啊, 啊，嗯，哦，明白了吗？我是怕你，我是怕你鼻里边长东西，嗯，鼻子里面长东西。你现在吃素了没有啊？有啊，啊，开始吃素了。吃全素了是吧？嗯。是啊。嗯。卢台长，我想请问我的小房子跟功课要怎么样？小房子嘛，一直念，好好念。小房子呢，嗯、你就21张一波一波这么念。嗯。好吧。好。我想请问我以前做流产的那一些孩子还在不在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9年属鸡的。69年属鸡的。69年属鸡的，嗯，嗯。啊，都被你念掉了，都被我念掉了。嗯，那我用不用念呢？现在我看到，我看到有3个左右，三个，嗯，有三个，嗯，那要念多少章？走掉了呀。啊，你现在如果要保险一点，你再念个7张小房子就可以了。哦，再念7张。啊、嗯。我想请问卢台长，我家里的佛台，我因为之前我妈妈的亲戚，他送了一个文殊菩萨给他，那我现在都在供奉，还有一个在那个香港里面买的那个财神也要供奉，我这样子对吗？供嘛就供了，但是中间我是放那个菩萨的像、就是、东方台的，东方台的，嗯，没关系的，你就放嘛，就放一起也没关系，嗯，但是时间不要太长，以后慢慢的还是要分开供，嗯，那我如果要分开供的话，我要怎么样的手怎么办呢？777啊，777，嗯，777，嗯，就是两个都是777，就是44哦，对对对，那我要不要小房子？这个不要的，因为你还在供，你不是说把它请下来不供了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就是好像开光那一种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好啦。哦，嗯，好，我想请问我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9年属鸡的。白的，嗯。白色。啊。那我经常要穿多一点白色。对呀、啊，嗯。哦。啊，
你经常穿黑的嘛就倒霉呀、啊。嗯、那如果穿黑色呢？穿黑色嘛就不顺利呀、啊。就不顺利。你里边你里边可以穿白的呀。哦，里边穿白的。要如果你外面穿西装穿，穿正规的衣服，你里边必须白的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就是里面全部都是白的，黑外面全部都不用白的都可以。没办法的时候是这样，在家里最好穿白的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听懂。看你不没有智慧、啊，不讲了。好、不讲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台长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再见，感恩，再见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76年属龙的。男的，女的？你是女的，然后我想问一下，我房子的药经者还要再继续念吗？我感觉那天撞了一下自己的头。76年属龙的，年属龙的，啊，有一个老太太在你们家里啊，嗯，喂，哦，没有，那地方。你要给他，我还要再念多少章？你还要给他36章。36章啊？啊，哦，好吗？好，他给你，他让你撞头了。对对。嗯，你信不信啊？我之前已经有念了27章了。啊，你这个人就是太小气。你念的时候你就不努力，而且念的时候又给他拖拖拉拉的，你就这个27章念了很长时间，你听不懂啊？哦，好好，那我就抓紧时间念。你要不要他？你要不要他来看看看你啊？嗯。掐你脖子。不用。另外我，掐我脖子。另外我自己身上的药精者还要再念吗？我70几章已经都念完了，而且还多念了很多了。我一直陆陆续续都有在念。陆陆续续，也要念的。应该有。嗯。那还要有一个数吗？我已经有念了100多章了，然后现在还在帮我家里人念，帮我爸念，帮我妈念。念自己也要念，至少49章。在49章哦。你的腰很不好啊。然后还在我腰很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对对，最近又腰酸了，痛啊，又腰酸了，还会腰酸背痛啊，明白了吗？那个还在我的经文质量就是比较一般齁，所以就是时间拖得比较久，要抓紧时间念完就对了，是吧？你思想当中不重视，所以这个灵性才搞你的，你不帮他好好念，念的时候拖拖拉拉的，你有的时候是浪费时间的，所以他就生气了，是听不懂啊？哦，好好，那我就抓紧赶快念。好，台长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属龙，我图腾在哪里？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金色的龙，你是蛮厉害的，但是你这个人外环境非常不好，还有感情运不好，就这两个。是，感情反正我就不再去。不要了，台长，我帮。你觉得你？对。你是经常会受人家嫉妒的一个人，可能我也太高调了一点。对了，哎，台长，是我新买了一栋房子，那个新房子也是要新建的，然后也要帮那个新房子念房子的药经者吧？那当然要了，要到7月。你不念的话，说不定他在造房子的时候人都会摔死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建筑工人经常会人不见啊？听不懂啊？是很多，包括装空调什么的都是这样，很多出了很多出问题。那我要念多少章呢？要给新房子念多少章？新房子慢慢念，这个倒不着急的，69章。哦，69章哈。好了，没时间了。啊，台长，我在帮同修孩子问一下，可以吗？讲啊。有个同修孩子，他是2012年属龙的4岁，他肚子这边的骨头不知道是什么问题，拱出来的。肚子，是。啊，看到了。那要给那个孩子的药经者念多少张小房子？
一共要念180章。180章哦。啊，一百八十张之后，这块骨头会神奇般的慢慢找不到了。哦，太神奇了！好好好，我让同学赶快抓紧。那个他孩子的图腾是什么颜色的？可以看一下吗？好了，不看了。哦，好，你要记住，台长，你要记住，这个小孩子家里如果再吃荤的话，就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了。好，就他一定要吃全素是吧？嗯。好。好啊。好，非常感谢您，感谢台长。哦，好，谢谢，啊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哎呀，师傅 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啊。今天他们看的他们的业障，他们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嗯。麻烦师傅看一个85年属牛女的，请师傅看看她身上打胎孩子走了吗？85年属什么？属牛的，女的。85年属牛的，看什么？看一下他打胎孩子走了吗？85年属牛的，走掉了。走掉了。嗯。啊，师傅，那他就是结婚挺多年，没有孩子。师傅，看看他那个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他老公属什么的？他老公是七年属蛇的。71年属蛇的。77年的。他呢？他是85年属牛的。嗯。他老公年轻的时候有点沙业。哦，对。对，他们家他妈他爸是有沙业，就是养那些鸡啊什么那些沙有沙业。这个是很大问题，这个要叫他好好念经的，不念掉生不出来的，因为这个业已经很大了，已经叫他可以叫他断子绝孙的。嗯。哦，主要是因为他老公那个沙业导致他那个没有孩子。就是他爸爸妈妈这种沙业，嗯，因为我看他，我刚刚看了那个女的输卵管也挺好。那个男的好像那个精液也没什么问题。啊，对的，师傅说太对，他们去医院查，嗯，都没有查不出来的。嗯，对。师傅厉害吧？对，师傅真太厉害，跟医院说的一样。对，说她老公也都挺好，然后她也都挺好。嗯。现在知道了吗？就是业障就不让他生，如果他不把这么多的他爸爸杀业全部念经念掉，包括他小时候也帮忙杀过。我告诉你、哦、啊，这个业根本不能让断子绝孙的。嗯嗯。哦，那师傅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？我看看啊。嗯。哇、哦，他这个事情，哎，这个事情阎王已经在管了，很厉害的。哎呀，这么严重！哎，我刚刚一看要多少张小房子，我就看到阎王了。嗯。哦。哎，阎王也是个王啊，嗯，他很厉害的。我问问看啊、哦，你等等，你别讲话，问问看。哇，有很多，480张，嗯。480张。嗯嗯嗯。哦。礼佛要念6000遍。嗯。啊，6000遍。哎。他如果不是生孩子问题的，他老公如果不好好修心念经的话。到了时候会被带走的，嗯。啊，会被带走的。啊，年纪很轻、啊。对，他爸爸已经被带走了。你看了吧啦，年纪都很轻啊，现在，哎。嗯，对的，对的。我早就跟你们讲了，末法时期是受暴期啊，听不懂啊。啊，对啊，师傅，我也发现，特别现在人走得太快了。快得不得了啊！年轻人，你听听看，不要说其他了，你去看看火葬场，忙得不得了啊。明白了吗？嗯，都是年轻的、嗯、是的，你现在听到了吗？都是年轻的人走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这当然。对，老人都很长寿。对了，现在知道老人不做坏事嘛，年轻人做的坏事又恶又毒啊，啊，好了。哦，那师傅他得要放多少条鱼呢？
2500条。嗯，2500条。那师傅，他这6000遍，他让他一天念多少遍比较合适？随便他，快点念不就好了？好吧。好，那到一天超过7遍可以吗？应该到11遍里边都可以。嗯。啊，个案，他这是个案，不是每个人的。好了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哦，没时间了没时间了。啊，没有时间了。嗯。你师傅能再看一下我妈妈打开孩子走了吗？65年属蛇的，看。六五年属什么？属蛇的。嗯，走掉了。走掉了是吧？还要念7章。啊。好了好了，再见了。嗯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，再见啊，师傅再见。好，那么听众朋友们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嗯，今天到这个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